最近常在讲诚信问题，我要讲郭台铭是一个有正气的人，有正义之气的人才是关公的精神。我拄则讲，伊看到咱台湾需要 BNT 疫苗，伊就想尽办法开家己的钱，要来救咱台湾，救咱的台湾人。这是咪正气之士，对不对？是咪关公的精神，正气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为了台湾人，烧声嘛爱拼，安尼对不对？咱两个袂当输咱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即马做伙来邀请咱现场这乡亲，甲咱做伙看。我看你，你先去啉一咱茶，等下换我好唔好？最近常在讲诚信问题，我要讲郭台铭是一个有正气的人，有正义之气的人才是关公的精神。我拄则讲，伊看到咱台湾需要 BNT 疫苗，伊就想尽办法开家己的钱，要来救咱台湾，救咱的台湾人。这是咪正气之士，对不对？是咪关公的精神，正气，对不对？对。最近我看一挂少年朋友吼，算迄落做吹牛啦。啥物叫吹牛？恁知无？少年啊，应该知啦。我少年啊，灌甲酒醉。为什么？吹牛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当免现白。你会当凊彩分家规，但是最后咧，最后爱献牌无？爱献牌无？爱献牌，毋正知影输赢。恁讲对毋对？恁讲对毋对？咱的农业需要一个有正气、有正义感，会当拍开台湾市场，会过台面来替咱拍拼。安尼恁讲对唔对？安尼恁讲对唔对啊？但是安尼阁无够。今仔日来自屏东县国角路，差不多两万的人，这两万的人，敢有法度代表过台面会当当选，会当参选？所以在这要来恳求咱的乡亲士大，在未来只要郭台铭敢勇敢站出来，咱做伙拼，做伙拼赢好无？做伙拼赢好无？拜托各位，拜托，多谢。我是赖清德，预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岁了，祝福三立新闻网。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